求道就是求觉悟啊，觉悟是本来自己有的，本觉本来就是觉悟的，所以说本来是佛啊，本觉现在不觉了，为什么不觉？有了身见了就不觉了。那这个身见是个妄念，是无明，是错觉啊，误以为身真有，误以为这宇宙真有。啊，那我们这样学佛，跟今天量子力学家，我们都不如他。他们真正相信，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。那为什么他见到了？佛法讲的极微识被他证明了，他看到了。啊，极微色打破之后就没有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，所以明白了，物质现象是起心动念，念头里面产生的幻想，不是人的。啊，能产生物质现象的幻想，它也是个幻想，它也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科学家还没证的，我们相信10年颠倒20年他就会证得了。啊，念头也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东西他能不能见到？他不能见到。为什么？他用分别心，他用执着的心。啊，所以他能了解这桩事，他永远找不到底，离体他找不到，就是说他成不了佛，他成不了阿罗汉，他没有办法处理六道轮回啊。所以学佛要用佛的理念，要用佛的方法，绝不能搞科技、科学技术，啊，那个是能发现，但是不能断烦恼。啊，你看科学家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还是一大堆，没减少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才知道佛法之可贵呀！遇到佛是何等的幸运。啊，要不依教奉行就太可惜了啊，特别是净宗，净宗是保证一切人男女老少咸鱼不肖啊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地狱众生，除非你没遇到，你要遇到了，你真相信这个理念方法，依教奉行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决定成佛，这得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先安到哪里？安在阿弥陀佛上，就对了。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当中，心里头佛号不间断，佛号没有丢失，就成功了。海贤给我们做榜样，海庆给我做榜样，还有他老妈妈给我们做榜样，3个榜样啊！啊，像这样的榜样，这一代
还有不少人呢。啊，有我们遇到的、见到的，啊，还有我们不知道的，更多。不能说这个世界没有人呢，有啊。啊，他老实，他不说，就像海贤老人师父一样，他的师父功夫不在他之下。那他能够知道他，啊，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后头追了还有一句话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明白了是什么？开悟了，一句佛号能念到开悟，啊，开悟什么？什么都知道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不能说。说出来对你没好处，你还老老实实就干。到最后一招表演给大家看看，自在往生。走的时候没有生病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。说走就走了，走了一两个星期，身上都是软的。啊，瑞相细修，给你看看。没有往生年岁大的时候，头发是白的，一根黑的都没有，眉毛也是白的，胡须也是白的。你看，走了之后，是三天还是五天？啊，大家看到他的时候，头发变黑了，眉毛变黑了，胡须变黑了。啊，表演给你看。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求生净土是为什么？不是为自己。没有自己啊，真正的自己是什么？真正自己是全宇宙。大乘经上说的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法是我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我的自信在哪里？所以宗门随便念一法，祖师就给他印证，真的吗？哪一法不是自性？树木花草是自性，山河大地是自性，虚空是自性，法法皆是，法法皆如啊！真觉悟了啊！真明白了啊！明白之后怎么？真放下了。